非常的努力。嗯，所以我觉得大小我觉得没有之分，包括在整套戏里面，范冰冰我觉得包括监制大台其中某一些新人，我觉得他角色都蛮突出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在努力为马来西亚希望能够创下一个收视的一个佳绩，而不是大家去斗说排场有多厉害，你从哪里回来，然后你现在怎么样。我觉得我们已经够小，已经面对太大的难题了，我觉得不要再把重担加在演员身上。我觉得其实作为演员啊，就是什么角色都要去尝试。所以当初梁监制问我的时候，你可以放下你自己吗？我说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我是毫不犹豫的，我就接下了这个角色。你会觉得对我来说是这么多年来的最大的挑战？两个不同性格的人啊，但是都很叽喳，都很喜欢讲，有的对对对，一个频率会比较有怎么说呢，就需要人造，但那你就什么自己先想。